原标题安徽卫视2019年的九部未播剧，又买了邓伦的新剧哦。Hello， 大家好，新的一年又有好多剧等着你呢。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聊安徽卫视2019年的11部未播剧，大家最期待哪部剧呢？陈乔恩、陈晓独孤皇后。独孤皇后讲述了因家族受到权臣迫害的独孤伽罗，便从小有着独立自强的习惯。夫君杨坚更是以展现不凡气概骁勇善战，立下赫赫战功，并在乱世中登上皇位，建立隋朝统一中国，而后大力发展文化经济。邓伦、李一桐《海棠经与胭脂扣》，由邓伦、李一桐主演的电视剧《海棠经与胭脂扣》定档片花已线上曝光。该剧以民国时代的江南胭脂制造为故事线，讲述了郎府二子与神秘女子顾海棠，以及军阀千金龙墨画等纠葛复杂的爱情与商战故事。这对俊男靓女组合单是颜值上就让人心动了。据悉该剧即将定档，敬请期待吧。任重、佟磊、张丰毅、斯琴高娃、宣武门。在宣武门这部电视剧中，主要讲述的是李天顺是北京玉雕艺人，为了保护一只寓意着国运昌隆的翡翠石榴，对抗各路心怀鬼胎的人。任重在这部电视剧中算是最年轻的演员了。看过任重演的电视剧的观众朋友们都对民众的眼睛是很有信心的，相信这部电视剧的收视率和口碑一定不会很差。张涵予、蓝盈盈逆光电视剧《逆光》围绕时尚珠宝行业展开，讲述了由蓝盈盈饰演的白希宁身负秘密化名进入国内珠宝巨头东辰集团，凭借非凡的才华和毅力一路打拼逆袭。与此同时，由张涵予饰演的林毅作为东辰元老，也为守护十年的誓言暗地谋划着权力的棋局，直到两人在博弈的过程中逐渐抽丝剥茧出真相，才意识到逆光前行中共同的初心。左小青、涂松眼、周丽淇，有一种爱叫放手，有一种爱叫放手是程强执导都市情感剧，由涂松眼、左小青、周丽淇、夏凡主演。该剧根据徐艺小说是嘉年华改编，讲述了患上渐冻症的许文峰面对即将消失的人生和还没有照顾周全的家人，他选择隐瞒病情，用自己的方式为家人赢得幸福的故事。梅婷、陈龙，我的不惑青春电视剧《我的不惑青春》主要讲述了都市女性何佩锦在遭遇中年危机后选择回归校园之后发生的故事。胡云豪、康宁《浅情人不知》电视剧《浅情人不知》改编自晋江高人气作家施小札同名小说，讲述了宠物玩具设计师郑丁丁康宁氏与乳腺科医生宁维锦胡云豪氏的甜蜜爱情故事。于震、海一天、边潇潇《鼓楼外鼓楼外》这部电视剧主要是讲述了鼓楼外的一位老木匠易大传与孙女易小传四个徒弟于中生、尹东义、马三新、徐备战之间的传奇故事。许帝、徐正远、有爱才世家、有爱才世家是一部风格新颖的家庭题材电视连续剧。